中国球员 NBA 50加球第50位。王治郅的这次投篮是中国球员在 NBA 历史的第一次得分，从此揭开新篇章。第49位，来看巴特经典的低位背打快转脚步。第48位，来看孙悦在湖人队外线侧动发起进攻，中投命中，尽显扎实基本技术。第47位，2017年11月23日，火箭主场大胜掘金，是周琦在火箭生涯最高光时刻。这记底角三分令人印象深刻。第46位，新秀赛季的易建联生龙活虎，这一季在场上的快攻、转换、暴扣，是自己初登 NBA 赛场上的战斗宣言。第45位，在防守当中，姚明是火箭队的定海神针，在快速转换进攻当中，这个大个子又是这样的出其不意。第44位，来看易建联作为内线球员，脚步灵动，快下扣篮，提振士气。第43位，姚明在与加索尔内线巅峰对决当中，强吃对手暴打篮下，令湖人无可奈何。第42位，来看湖人队双后卫的默契，菲亚基奇精妙传球，孙悦心领神会，轻松上篮。第41位，从小后卫出身的周琦展示精妙的外线技术，这一季欧洲步突破，单打别绿茶，燃动全场。第40位，姚明在低位清晰阅读对方防守，脚步虚实结合，令对方防守无所适从。第39位，姚明以一敌二，碾压小牛内线，在强硬的德州内战当中，火箭占据上风。第38位，王治郅自投自抢，暴扣得手，中国的追风少年在 NBA 赛场上燃起青春风暴。第37位，姚明在火箭的巅峰时代，篮下霸气隔扣普尔兹比拉，带领火箭在季后赛占得先机。第36位，身穿快船战袍的王治郅展示飘逸的低位技术，令人赞不绝口。第35位，姚明在篮下强杀防守猛将拉特里夫，这一记隔人暴扣彰显小巨人的强悍内心。第34位，洛普的绕前防守也无法阻止姚明顺利接球篮下暴扣。第33位，姚明在篮下单打莫宁，强硬扣篮，这一瞬间完成了 NBA 顶级内线的新老传承。第32位，来看王治郅机敏反应，一记低手运球，蝴蝶穿花，打对方措手不及。第31位，阿联的投射能力总是能够吸引对方防守注意力，这一季假投真脱，轻松上篮。
第三十位，巴特尔在篮下再杀状元奥拉沃坎迪，这一记精妙的左手抛投打板命中，漂亮之极。第二十九位，来看大智跟纳什的完美配合，纳什精妙的推进，大智在负角度漂移投中，成为我们完美的记忆。第二十八位，姚明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总是能够让球队化险为夷，这一记背身勾手如有神助。第二十七位，来看易建联标志性的转身后仰跳投，出手点极高，手感极稳，令对方防守只能望球兴叹。第二十六位，来看姚明在篮下封盖霍华德，赢得状元对话。第二十五位，增加篮下的强硬对抗是周琦前进的方向，这次的篮下铁血防守展示出付出终有收获。第二十四位，姚明在篮下抡扣卖机，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经典之作。第二十三位，来看年轻的王治郅初登 NBA 赛场，不惧挑战，篮下强硬封盖狼王加内特。第二十二位，来看易建联快速的跟湖人队友建立起的默契，这一次接克拉克森助攻，顺下暴扣，一气呵成。第二十一位，再来欣赏姚明职业生涯的又一经典时刻，隔扣大本钟，当时肌肉强硬对撞的声音，此时仿佛还声声作响。第二十位，来看易建联敏锐上抢反击暴扣一条龙，气贯长虹。第十九位，来看姚明镇守篮下，支起禁飞区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第十八位，来看姚明闪电转身暴走篮下，令石博邓肯也只能黯然神伤。第十七位，再次赞叹大智完美的结合球突破技术，这一次得分展示了中国羽联扎实的篮球功底。第十六位，来看这次反击当中，大魔王一飞冲天，连火箭队 MVP 都忍不住起立鼓掌。第十五位，来看姚明镇守篮下遮天大帽，在斯台普斯反客为主。第十四位，火箭队的巅峰时代配合默契，小黑豆布鲁克斯力助姚明暴扣得手，连詹姆斯的协防都无济于事。第十三位，让我们永远铭记的2009年西部半决赛，火箭与湖人上演传统篮球的极致对决。
第十二位，朱琦用他最擅长的超级防守，让与之并肩作战的登哥都为之振奋。第十一位，来看易建联用他最招牌的动作，快速转身暴扣拦网内线，在新泽西证明自己的实力。第十位，姚明跟大志的对话开启了中国球员在 NBA 赛场对位的先河。第九位，再来看经典时刻，姚明两记铁血大帽送给甜瓜，让安东尼领略了真正的中国高度。第八位，姚沙对决是永恒的话题，连奥尼尔这样的恶意犯规都无法阻止姚明前进的脚步。第七位，2004年2月23日，23岁的姚明在主场面对老鹰的超级加时大战当中，狂砍41分、16个篮板、7个助攻、2个盖帽，帮助球队取得艰难胜利，41分也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得分新高。第六位，在关键时刻，大志用他绝妙的假动作晃飞对手，投篮命中，证明自己有一颗大心脏。第五位，姚明在篮下强力封盖詹姆斯，这一次的空中对撞让小皇帝见识了最强硬的篮下防守。第四位，姚明鬼使神差的脑后传球，尽显篮球场上的大智慧。第三位，姚明 NBA 职业生涯最经典的表演时刻，背后运球过人，快攻扣篮，震惊世界。第二位，姚明在职业生涯当中投进了最艰难的一记跳投，让火箭队在加时赛延续希望。第一位，姚明在 NBA 留下了无数经典时刻，这一季梦幻舞步定义了中国球员的新高度。